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古今啊。今天我们要介绍夜莺啊在8月20号所推出的新的武器造型。没错，这一次推出了八种新的神话武器造型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手剑的部分哦。原本神话武器哦，神话造型只有一种，然后现在加码了，又多出一种哦。每一种武器都加码一种，所以现在神话武器造型每一个职业有两种。来，首先是神话武器双手剑哦，圣洁的金持正义，近距离命中42，伤害37，一人伤害增幅 5%， 近战暴击伤害38，武器伤害45，最大化几率 3%， 伤害增加率 5%。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跟原本的一个神话造型比较哦，哦，他的一个命中跟这个近战伤害哦，也就是武器伤害啊。哦，大家是比较高一点点的，然后技能伤害增幅跟技能暴击伤害，近战暴击伤害好像是一样的。另外，原本的一个武器造型，原本的一个神话武器是注重在施法速度，然后新的是注重在武技伤害加45哦，然后最大化几率 3%、哦、所以大家这一把打人就是应该是蛮痛的啦。哦，然后原本的是无视伤害减少40啊。现在是升最打出最大值的一个机遇加3%哦，好，所以这一把应该是比较好的哦，打人比较痛的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预览，拿到手上会变怎样？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，然后大把的，闪亮亮，金闪闪，赞的啦。这里再动一下吗？没办法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把，第二把是我们的这个毛，我们的阿毛，超越地平线的前进，就是这一把，有没有？这一把站起来是很帅啊，原本是这样子，哦，我们给大家360度转一转哦，阿达的能力也是一样啊，注重在这个武器伤害，基本上他们的一个类型，能力类型都差不多啦，哦，注重的类型都一样的，同一个类型的就是武器伤害类型。最大化几率的，然后命中的伤害都是比之前的那个还多一点点哦，就多一点点啦、啊。这就是毛类武器，大把的站着，这打人用枪应该很爽吧？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单走剑的剑盾，单走剑最后闪耀的意志，用起来就这样子，很帅很帅。来，原本是这样子。剑灯盾，所以它叫剑盾。哦，两个眼睛哦，中间一个字哦，我、哦、用起来盾灯剑，帅啊！闪亮亮，金闪闪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是我们的双肘剑，双肘剑就是这一把，这两把，应该叫一把吧？好，没关系，也是很亮的啊。为什么都有一个圈圈啊？原本的也是有圈圈的。哦，原本要有一些东西保护者，现在新推出的这个没有那个保护罩了，直接解放是不是？拿起来就变这样子，一字一把，两把，哦，这就是双手剑，永久弥漫的恐惧。接下来是弓箭，弓箭就是这一把，战胜深渊的奇袭，大把的一个武器哦。原本是这样子，再来是不用箭矢的哦，用魔力产生箭矢射出去的，帅哦！原本是这样子，现在是这样子，有两种啊，你这个也是要抽才有啦，好，要拼合成哦。好不好？今天就有人合成出来了，第一天早报就有人合成出来。接下来是神话短剑，神话短剑也是很帅啊，短刀。匕首，嗯，哦，还在那边挥两三次，你看，他的动作应该都是固定要挥两三次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神话匕首，扭曲渴望的执着、哦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手杖法师，抵达终焉的法则，帅啊，哦。他这个光芒好像比较大哎、欸，
红色的闪电，哇！原本是闪角的，现在是比较尖锐的，还有龙头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魔法棒，魔法棒在这边，速急救援的降临，这是一把，这把也是很赞的啊！看，有这个粒子在那边跑来跑去，闪亮亮，还有这个彩虹的光芒，棒啊！原本的自由粒子在这边穿梭穿梭，新版的也是有粒子在那边穿梭穿梭。赞的，好，那以上这一些就是这一次更新推出的新的武器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，想要抽一把呢？哦，不过这个资源要花很多啊，大家还是尽量而为啊。不过有新的武器，代表这游戏就还有在更新哦，很赞的一个东西啦。我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哦，我们的魔法棒也推出新的啊，赞啊！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介绍的八种新的神话武器造型哦。介绍就到这边，我是古晶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